乐圈大部分的明星一个个的颜值都是万里挑一的，但是人无完人，身体上有点小缺陷也是无可厚非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娱乐圈中的小猛手。首先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手又胖又短的黄轩。在《亲爱的翻译官》中，黄轩的一张手部特写引起了众人的关注，很多网友调侃他是哆啦 A 梦转世。每次看到黄轩那张曲线分明的俊逸脸庞，然后镜头一转就到了他那肉嘟嘟的双手，画面也是极具喜感的。黄轩自己偶尔对此也会自我调侃，但是黄轩不仅仅拥有一双胖手，并且还是段长，这就有点特别了。全球段长的人数都是很少的，并且从命理学上说，拥有该特征的人都有着一股很强大的引力，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。最近朱一龙这块宝藏被很多人发现了，擅长泰拳和散打的他却有着一个小孩子的坏习惯，动不动就喜欢啃指甲，即使如今已经30岁了还依旧如此。但其实这个习惯却是因为学钢琴，指甲太长弹钢琴就会很不舒服。朱一龙就想出了这个省事的办法。最搞笑的是，朱一龙的妈妈为了纠正他的这个坏习惯，还给他做了水晶甲，然而朱一龙连水晶甲都咬掉了。看来龙哥这一辈子都是纠正不过来，但粉丝们都表示这个动作很可爱，戳中了他们的心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里面的男主邓伦，有一场沐浴的镜头把邓伦的身材展现得一览无遗，但是邓伦身上也有一个被杨紫吐槽过的点，手短还是一个小肉手，但对此邓伦却十分自豪，说这双手是家族遗传，爷爷特地跟他说这是一双抓钱的手。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是一位未成年小弟弟，他才16岁，但是却有着1.8米的身高。最近大家可以在《勇敢的世界》中看到他，在节目中他完全就是大家的团宠，虽然有时候说话特别找打，但是到关键时刻却很暖心，处处展现他的礼貌和绅士风度。在偶像练习生期间，被人称为男版杨丞琳的他，脸蛋也很像杨丞琳，脸也是略显胖嘟嘟的。60千克的他曾经被范丞丞公主抱，但是还有人惊讶于黄明昊怎么那么轻。之后有网友调侃范丞丞的表情明明是咬牙切齿的，一点也不轻松。最近在他晒出的一张出游照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着一双小朋友的手，肉嘟嘟的，这可能是唯一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未成年的标志了。很多妈妈粉更是表示儿子应该吃的更多一些，